小一成，这是我姐，这是我姐夫，表姐，男朋友是？不是啊，早就分手了。哎，你到底结婚没有？这么晚？那天碰见那孩子，那是我干儿子。但林夕误会了，小一成。你和林夕还有可能吗？慢慢，哎呦！那你得问他呀。当年是他嫌弃我没有考上 Martis， 对我失望。他不是这样人。那他是什么样的？你和他分手的原因，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。答应我，否则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喂？什么？林夕喝醉了，还干了三杯洋酒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接他。他一直这样吗？啊，喝到烂醉。林夕喝酒很有分寸的，估计是这次客户很难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喝洋酒。这车怎么排这么多啊？我送你。常年住在国外，不懂事，你千万别接。不存在。哎，小心，看路看路。大家好，肖总。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送你回去。这位是？正好来来，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，静格资本的孙有为孙总。静格资本呢是国内外算是首屈一指的私募机构了。肖一成，羽翼您听说过吧？哦，羽翼的掌舵人就是他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他们公司正在 IPO， 您不是也想找好的项目投资吗？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，你投资他呀？最好的智能公司。西西的眼光我相信，肖总不妨把资料发一个给我。好。老孙，车来了没有啊？啊，你看你把西西都喝成什么样了。小一成，这是我姐，这是我姐夫，表姐，男朋友。是。不是啊，早就分手了。前男友，曾经是。行，哎，但凡是西西的朋友，咱项目是不是得优先考虑考虑啊？啊，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魏天魏先生是？我是。哦，您订的解酒药？我没订过啊。谢谢啊！啊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这个年轻人，哎，吵吵闹闹很正常，别动不动就说分手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说多了可是要伤心的。对，回去好好聊一聊。我们西西可是好姑娘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欺负她，我们娘家人可不同意啊。明白。那咱们先撤。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再见啊！拜拜，小心点。走吧，林夕，我送他回去。不是，肖总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让他送，让他送。两位想买点什么？
唐山楂，两层糖衣。谢谢。付钱。多少钱啊，婆？5块。好。第一颗奖励你，第一颗最好吃。醒了。来。谢谢。怎么了，在这儿？断片了。记得他们把我送到休息室，然后你一直这样吗？在陌生的环境中喝醉，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。孙总和他太太是我好朋友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如果肖总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引荐孙总。不需要。现在的你需要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。我替你引荐是有条件的。如果成功了，羽翼 IPO 的订单给我，怎么样？最好的投资公司，最好的 AI 公司，最好的翻译团队，难道不应该齐心协力一起合作吗？你是说，你觉得羽翼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？你一个做传统翻译行业的，哪有什么发言权？可我对你有发言权啊。你知道你有多少缺点吗？懒、丧、脆弱、敏感，还矫情。但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深信不疑，就是你的才华。只要你想做到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。谢谢。但这次，我想自己解决英语的问题。好，那肖总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早点休息，肖总。